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son， 我是一位在澳洲的单亲爸爸。2022年新的开始，我希望大家呢身体健健康康，心情愉悦，勤洗手，口罩戴紧，然后没事的时候避免去人多的地方群聚。在2022年的开始，疫情突然变严重了，不管在澳洲或在台湾，全世界其实都一样，疫情变严重。希望在2022年，疫情呢能快速的消失，然后让我们的生活呢回归于原本的生活，珍惜身边的事物，然后每天的心情保持愉悦，多吃营养的东西。澳洲的蜂胶、澳洲的精油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，可以提升自己的免疫力。不管怎么样，希望呢大家一起加油，一起去面对，一起每天正能量的生活下去。台湾加油！